雪山，我们来喽！很累吗？加油啊！你们怎么擅自坐下了？哇，那就是青春。之后呢，路上残雪还很多，到另外一面，雪山主峰登顶成功。大家早安。大家帮你重拍。现在来到雪山的南口，要带一群小屁孩爬山。感谢沐风登山邀请我们的赖赏。差不多是115哦，差不多115你就记住你的长度，所以你不用每次再来试说要多长多长的啦。好，啊，上坡下坡一样，记一下那个长度。好，下上坡少个五公分，上下坡多个五公分这样。雪山，我们来喽！雪山轻松行。你刚不是讲说这段路没有运动的感觉吗？怎么马上改口了呢？刚不是这样讲的啊？是不是对你们来说太轻松了？没有，我觉得学校好棒。发粽子，发粽子。谢谢。低调的。对，我们赖爷爷亲手做的哦。真的？那当然是开玩笑的。那边有一个他不吃粽子哦，他有自己带面包。很累吗？我觉得快挂了，加油！你那个是因为很累还是太甜？太甜了。轻松吧。很累，老师，我们可以休息半小时。不行。差不多了啦，想回家了。不是，你要自己走自己选的路，跪着要走完，走，出发。啊，走，第二小队出发。走。才走到3K 附近，小屁孩们就开始抱怨了。来啊，跟上跟上哦。自己选择的路，自己要跪着也要走完。到哭坡前，就帮一个学生背包包了哦。他很想上去，然后他的状况只是体力稍微不好一点。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。哇，好感人。对，没办法，这就是青春。这趟雪山之行，陆续都有那个学生撤退哈，有的不舒服啊，体力不够。老话一句，山永远都在。雪山东峰攻顶成功。到山屋啦，369山庄。对，先去下包包。我带了一个学生先回369山庄。他的膝盖不舒服，现在他回去追巨蟒，请凉一点，学校不要下雨，应该下雨几率蛮大的。希望平安了，平安平安。刚走到黑森林，又接到两个队了。
又要把他们带回去山屋。哎，这次搞不好我今天要走好几趟呢。刚刚又把学生送回369山庄之后，现在要去追组队的了。希望可以在全谷之前追上他们，然后希望不要再撤退了，不然这个黑森林的自治坡我不知道要走几趟了。快到全谷了，那路上都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残雪。刚刚在全谷底部追到同学们了，然后我现在要先赶上去10K 附近，我要先看看雪况适不适合从那边上去。这种雪就是要软不软，然后也没有到很硬，所以你穿冰爪走的话其实也很难走。10.4K 残雪还是多了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决定让学生从那个圈谷的下面直接先走到圈谷的上方，再从另外一侧攻主峰，然后我现在要继续的攻顶，攻顶之后要去看另外一侧的雪况如何。这一面雪也是蛮多的，然后上冰爪可能会安全一点，所以我就上冰爪走了哈。我要下去那个岔路口等那个同学们上来。结果两边的雪都不太适合登顶哦，因为是学生，然后大家又都是新手。然后这种又是很软很软的雪，上冰爪会比较痛苦一点。最后还是决定攻顶啦，因为往人线的路比较没有雪，也比较安全。因为大家都很想攻顶哦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想攻顶哦。加油啦！哎，我已经攻过回来了。我带两个。先行撤退，其他人继续攻顶哦。然后那个另外一位向导有找到比较安全的路。你们的教育旅行是爬雪山，这应该会记得一辈子吧？沿途看到大家互相加油打气，相互扶持。这样的友谊很难得，要好好珍惜。知道大家都很想登顶，我们也都尽力协助，但是很可惜，没有登顶的同学也不用感到气馁、灰心。山永远都在。当你们报名雪山团时，就都成功了。对了，大家平常就要勤运动哦。